用耶稣这些种这些节日爆发的话，领导被处理的日子约你，天你老年人那当前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啊，都要接你一趟，猜你们的日子，为你们列祖的日子，全要这样的事吗？三，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。其实，正从先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先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先下的马扎来吃。第五，照罪的人呐、啊，要虔诚苦吃；好酒的人呐、啊，都要为甜酒爱喝。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。第六，要一对蝗虫，要强身，要无数侵犯我的体。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胎牙如牧师的胎牙。第七，他背叛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法果树的皮，剥穿了而丢弃，是几条啊路爬。第八，我的面那里当爱好，想出五要出麻布，被妖人的仓库爱好。第九，树枝和天枝从亚伯伯的天中断绝，西风亚伯伯的知识都被爱。第十，天方良天被爱，因为五谷肥肥，心照干切，要亚缺乏。第十，农夫啊，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人的啊，你们要爱好，因为太马小马，而田间的工庄稼都灭切了。第十二，葡萄树干枯干，无法果树种啊衰残，杀了树种树，苹果树连田也一茬的树木也都枯干，中年的喜乐全都消灭。第三，试试啊，你们当要出麻布痛苦啊，死后之残的啊，你们要爱好，师父我想的的啊，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日。因为树枝和天枝从你们上帝的天中断绝了。第四，你们要天金色的日子，先过人数会受之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，多也破坏你们上帝的天，想也破坏哀求。第十五，哀哉也破坏的日子连圈了，这日来到何相毁灭重重人的啊，咋来到？第十六，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么？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上帝的天中止息了么？十七，谷种在土块下受难，虫也放粮，林也破坏，因为五谷枯干了。七十八，伸出爱民要权乐欢乱，因为无错，羊群也受了困苦。十九也破坏，我想你求歌，因为播受空也的错闯，播音受千田也的数目。二十，田也的嚼烧，想你发春，因为溪水干涸，播也受灭空也的错闯。